来一把拳皇啊，我的拳皇也是可圈可点。选一个八神安就够了。他也有龙二，他是绿龙二。撞他。不谈。这个操作完美，动不了。这八三幺被我憋在墙边无法动的，因为他每一波动我都能够有招破他。撞他。炸气。哎，他抓我，撞身，抽他！哇，神头鬼脸，我是真的服，这时候敢放神头鬼脸，胆子好大啊！好，这把应该是一穿三了。他的最后一个英雄并不是很厉害，百级游历有点弱。晕了，被龙二抓住一套就死了，晕了。没错，这就是三级龙脸。溜了，换人了，你永远的大牛哥。麻宫雅典娜、特瑞和八神庵，从他选的这三个英雄中就能够感受到他的水平应该并不是很高。嘲讽、挑衅。耶，我按错了，我靠，不然直接打死了。神头鬼脸。哇，这个人打一招毙命。赖皮打无限连，那我也打无限连。耶，哎呀，我怎么按到亲手了？我可能要让你见识一下龙二的无限连。一个皮鞭往上抽，抽到他的鞋板。他这个人居然打无限连，哇，多赖皮啊！那我也打无限连，摸到就死了。我龙二直接摸到他就死了，没了，一管血直接秒杀。哎，失误！我靠，失误有点大，没踢到他，我的杀踢没踢到。神毒鬼脸，他居然按挑衅键。报废。雅典娜，雅典娜玩得好也厉害。没有用非常残忍的招式来打他。
而是用一个很柔的两个75式改接小升龙。我的踢腿叫做75式改，是不是很复杂？这个人赖皮，选特瑞打无限连，赖皮。我要给他来个无限杀踢。哦，三个字宝贝，听一下，随便，随便，我来打野是吧？行，来吧，这个好吧？可以，期待已久，期待已久，期待已久，就想看我玩这个英雄。Round two， 随便搬一个。哎，怎么放了一个这个东西？我靠！你在踹死他，嘿嘿嘿，踢死他！哦，还有个龙卷子。他赖皮，他打我无限连，这个是不带的。不带了。嗯，但我觉得我还是不要用无限连来打他，不太好。踢死他，就用脚踹他。嘣！哎，我靠，秒了。OK， 一串三。怎么说？继续。还是要选择继续战斗。OK， 继续战斗。好像他并不是很服。他并不是很服气。对，因为他觉得我们的水平其实差不多。这是他的感觉。就他可能会有些偏差，我们说这个等一下吧，我们换一个，不止这盘那个，是，哎。撞他！给他三个铁头功，三个铁头功。怎么说？感觉节奏感很强，虽然你看不懂我在绕什么，但是就是很行云流水，行云流水，节奏感很强，对，流畅，反正人家喊我招架之力，又来了，哎，我靠，神头鬼脸，放错了，冲过了，摇杆并不是很舒服，哇，胆子多大啊！哎，我靠，按错了，他居然第一闪没碰到。他这个英雄叫什么名字啊？特瑞。嗯。人家会火神啊！超级精。
哎，放错了，我靠！傻克罗金大没放出来，放了个这个，换人了，换人，打跑了，这把服了。这个人是就是来锤你的。对，行，看他水平怎么样，能不能锤得动？他起这个 ID 肯定是有一些水平的，对。所以我决定我要出个主力，八神来，对，出一个主力。耶，怎么回事？怎么选了个阿杰弹簧丸？我觉得无所谓，我觉得无所谓。好像摇杆手不灵，多选了一个没关系，就是，出了个主力就是来锤你的。嗯，没事。哎，神头鬼脸。哎，有点东西，有点东西。哎呀，我失误了，失误了，失误了。你可以看得出来，这个人有点东西吧？感觉进攻性有点强，有点强，对吧？你看我八神啊，八神是我的主力，你会发现我一串三很轻松，一串三，对，没错。嗯，按错了。在干什么？你看这个摇杆问题很大，不然直接死。直接两个交锋带走，没事。刚才失误，这把不失误，应该是一串三。嗯，其实刚才直接就应该能打死的，失误了，失误了，失误了，失误很严重。高手其实看得出来的，因为你可能你不太懂，没看出来。大神龙敢冲，赌命，赌输就结束。哎。谁在放我那个？不能分心，不能分心。怎么感觉好像刚才有一个回音？听错了？没有没有，这怎么回事啊？不是不是，怎么会有个回音？大神龙来一 K， 锤他锤他，重锤锤死。有没有信心？阿杰弹簧丸不会玩，不会玩，不会玩。我这摇杆要换了，明天换个摇杆，摇杆有问题了，有点失灵。对。哦，他这个有点小炸弧，炸气，有角度，有角度。等一下，重来。我们这把可能要出两个主力了。两个主力。但是我从对他的第一把的水平判断啊，我应该一个主力可以一串三，但是我为了保险起见出两个主力，来一个陈国汉，加上啊，我这把选错了，龙二没选。行，他应该见不到我的陈国汉。就你一个八神就把他对，应该差不多，差不多，嗯。破防没打他，失误很大，但问题不大。胆子很大，基本功并不是很强。这个人，这个人说实话，他水平啊，大概是在白金。白金。但我是大师。你是大师。高了两个档次，但是你会发现我输了，这是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就是因为他的这个招啊，从理论上来讲他不能这么打，但是他这么打了，就是因为他还没有达到物流物流炸活。感谢爹咩不二的爸爸送上的飞机，谢谢老板。我们晚上七点钟有个麻将大赛，对，那我们马上吃个饭准备一下，我们可能晚上打得很晚，是吧？行，那我们等会晚上跑到将近十点钟。行，十点起，行，那这把这把就算了吧，来不及了，嗯，是吧？行，那我们就输掉这一场比赛算了。那不行啊，你怎么能输了啊？你
肯定要赢啊！你不是说看不到你的陈国汉？来不及，我们要吃饭了。来不及了。对，要吃饭了。那可能我这么说你会不信我的水平，那行，我这把再证明一下给你看，我好好跟你打，我一句话不说。面子的问题，面子的问题。行，那既然小青年你这么，你看我不太在意面子，但是小青年你很在意面子，那么我就给你看一下，证明一下，好吧？但给我的话，我是不太愿意去证明的，啊。因为对你来说无所谓。对，无所谓，因为水平。那不行，我看到大哥输了，你会很难受。行，好 ，OK， 那我给你感受一下，什么叫强，什么叫王者。跳小风失误很大，但是问题不大，问题不大。跑这一招叫什么？我摇杆并不是很灵光，能不能看到你的成果？看不到。看不到。如果摇杆不会不出问题的话，基本上是半决一排三。半决一排三。不谈。八字女，不解释。带走了吗？没有，但差不多了。结束。所以我并不想用我的八神啊把他的大门打死，因为有些时候强就自己强，无论别人怎么说，自己知道就行。对，所以我们低调啊。你看，这个时候我就会稍微的哎，让他打死我一个，然后下一个我们再把他打死。对吧？故意的。这样会好一点，柔一点。没有必要一排三，对吧？为什么非要那么强势呢？就是，给他一点面子，哎，给要面子，大家彼此互给。五坡，悠悠球，这个你看就是一个大师的体现，看到没有？这就是一个大师的体现。撞他，吃饭是吧？没有必要，因为前面你展示的已经够多了，差不多就收住。做人要学会什么？留一线。不是留一线，就是给对方面子，不要锋芒毕露，不要锋芒毕露，知道吧？哎，水平自己清楚即可，好吧？那我们先吃饭，吃完饭完，我们这个七点钟开锤麻将大赛，可能要打得很晚，打到最少10点。那我们没时间吃饭了，我们赶快吃个饭啊！好，各位同学，我们先这样啊。没点关注的同学点一下右上角的关注，感谢各位的支持和礼物，谢谢。我们先吃饭了，谢谢，感谢各位。荣耀下播，荣耀下播，这是其实是荣耀下播，明白吧？不要笑。